拿我的钱养他初恋，那我算什么？提款机吗？里边人那么多，说不定是误会呢。那个就是他初恋，之前同学聚会我都听到了。他说早就忘了，我还真信了。不行，我得找他说一下。算了，走吧。我觉得你还是得给他说清楚，这活没干完你上哪去了？你没看还有这么多事吗？老板，我你又去见你的女朋友了？你也不照照镜子，你配得上人家吗？我怎么就配不上了？哎呀，你为了给他买件衣服，馒头就开水攒了一个月吧。你看看人家衣柜，哼，件件都是那样的衣服，你还能天天这样干？我能吃苦，我也好好干，总有一天我……是啊，你是能吃苦，但人家姑娘愿意吗？哎呀，不是我给你泼冷水，咱就是一修车的，癞蛤蟆就别想吃天鹅肉了，啊！哥们，别相信他说的话。决定两个人感情的，从来不是金钱，而是两个人的心。你来这么脏兮兮的地方干嘛呀？王恒。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我男朋友，王恒。你好。你好。嗯，谢谢你今天介绍的客户，那个礼物麻烦你帮我转交一下吧。那个，行，行。哦，对了，我们马上就要结婚了，欢迎你来参加我们的婚礼。那个，行，我还有点事儿，那个祝你们幸福啊，走了。嗯，好。嗯，他不是你初恋吗？上次同学聚会，好啊！我说你怎么转身就走了？除了你，我哪还有什么初恋？他呀，就是给公司介绍了个大单子，等提成下来，彩礼应该就差不多啦。啊？嗯，还真以为没有彩礼我就不嫁给你啊？结婚呀，是咱们两个人的事。怎么能只让你一个人付出呢？以后我们一起努力。